由婚姻馆政府委托桃口北港国中举办的2022婚姻馆青少年女子编辑培训营，规划三天的时间，以由桃口跨世界为主题，让婚姻馆的青少年化身为小记者，实在行踏行踏土地在地生活。其中也邀请青龙林家良等人规划牛屎牛经体验课程，利用牛屎做成蚊仔香，以及和同学体验传统的经餐。好臭！马只小鬼牛屎同学忍袂住化足臭的，为着做蚊仔香，大家是真努力克服心理的障碍，将淡的牛屎加入拍打的牛屎，减少湿度，快速来定型。晒干的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味道的，然后但是现在湿的。对，味道蛮重的。那你可以接受吗？还可以，就是用嘴巴呼吸。对，牛粪没有猫跟狗的臭，干的就比较像土，然后你就会可以催眠说这只是土而已，不是牛粪。湿的就真的很臭，而且有颜色。你空弟弟婚姻馆青少年女子编辑培训营。以优势脱口看世界为主题，让婚礼馆的青少年变成小记者，体验脱口在地生活。其中三天的课程内底，安排活动学体验做牛屎蚊仔香以及牛经等等。把牛粪、还有牛车、还有水牛带来我们的马光国中，让孩子来全新的去体验一下，说水牛跟牛车跟耕牛还有牛粪，他们第一次的体验摸。摸到牛粪跟水牛，还有他们第一次来坐牛车的一个全新的体验。我非常感谢说政府机构让我们有一些资源到学校里面，跟我们的学校的孩子有一个夏令营的一个体验。然后这个犁你们轻轻扶着，不要倒就好。另外，学生体验做牛屎蚊仔香了后，来到另外一处体验帮水牛撸脚脚片、抹土、防止日头，熟悉水牛的优待以及习性，了解台湾早期牛经文化。最后，还佫甲水牛做伙做餐，学生都表示牛行起来真正足紧的。就是看的时候感觉没那么，还没跑那么快，但是真的拉的时候感觉有那种很酷的感觉。真的体验的时候感觉它跑蛮快的。土库的街上，还有今天的牛耕体验，在实际的体验过程当中，在借由讲师的引导，让他们启发他们的思考，那也让他们如何去表达，那如何把他们所看到的可以用捋字的方式创作出来。透过安排实习在地课程，让学生学习思考，并且试看卖写下来，相信对未来培养经历等等的能力有所帮助，也让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记者陈桂珠采访报道。